这个法式卷，法式的，嗯，卷度稍微多一点，中间去烫。对，然后就是这个位置特别贴，但也能烫出来差不多这种感觉，中间去烫。行，这种也不能说一模一样，这是八九十度，像三个度吧。但是他那个头发是贼厚的，你给我看图片那个女的。我这算少了，就是。没有，尽量往多了给你看吧。是比较好打理点一些。然后长度给你剪掉一些吧。剪多少？我把型给你找一下，找一下。这但是有点脱节了，你看没？型儿也没烫，因为上次烫的比较失败。失败这是卷烫大了还是？就是第一次都没上卷。多不？再往下点。嗯嗯。这也行啊。嗯，行。也没减多少。行行行。你把这个包子剪剪。行啊，尽量不动长度，我看你还挺心疼的。然后刘海也烫了弧度。嗯。我就是抖音上说，疫情解控之后我就来烫大波浪的那个，好像从昨天开始预约变多了。嗯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这心态不好。这几天我一天就干两，最多三个活，一般都是两个，还挺自在的。回到一天五个，基本上五分钟我就能吃完饭，然后就立马干活。所以说这个呢。胃一般没有特别好的，不知道这种状态我已经持续一年多了。从去年过年的时候，抖音火了之后，一直到现在。以前我都是一天两三个活，我觉得干着哎，特别的自在，但挣钱了就没有自由了，总得付出一些代价。你早就说抖音了，我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就开了，能不能一直坚持？其实我只是想分享。付出又会高。真的就是，这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做视频吗？我唯一的每天的事情是做头发做视频，做头发做视频，做完了一年，收获了50000粉丝，很开心。看到了转过。